明府，发现一具男尸。站住！退回去。凭什么？虚出已到，城门已闭，概不放行。出去，出去！鼓声未歇，城门未闭，此时入城不算违规吧？队长，这是不行，拿下！天干洞，慢着！我是新任蓬莱县令狄仁杰，这具无名男尸。便是我来蓬莱要破的第一桩案子。这蓬莱县晚上还挺热闹啊。我买饼子，我饿了。又饿了。店家，多来四个饼。好嘞，喝热乎的啊。走。多少钱？一个钱。一个饼一个钱。四个饼一个钱。这么便宜啊。这比长安便宜太多了。没错，通俗不齐啊，这是规矩。谁的规矩？蓬莱的规矩。你们这还有什么规矩啊？就说这走路啊，使弄者作兴，工商者有兴，强买强卖，混太物价者变形，偷盗抢劫者剁手，欺压良善，通奸者游街示众。哦，这么好。上一任的蓬莱县令啊，因为走私被判入狱，如今已经有三个月了。哎，你看，掌握到现在的事情，倒是井然有序，说明上一任的县城县尉治理还是不错的。可真是这样，是好事儿。站长，这街上的女子为何两天前摔了白腿？为了美。美儿，来者可是狄仁杰狄女子？正是。在下藤卡。这个赛事大会是蓬莱的藤卡，他夺魁了。原来是藤公。阁下失措，金鸡夺魁之时，我正在长安，没想到竟辗转到蓬莱相会。这便是藤某与明府的缘分呐。这些是蓬莱当地的朋友，听说明府到任，特地在此迎接。各位怎知我今夜到任？明府会错意，我们在此饮宴本来是为了庆祝宜春佳节，适才听说明府到任，双喜临门，特在此恭候您入席。远道而来，尘土满身，改日再登门拜访吧。尘土未出，正好为明府接风洗尘。如果您执意不肯赏脸入席，我们倒有误会，明府怪罪我等私自饮宴，没有亲候您这位蓬莱县城的父母官到任。欢迎，既然他们这么客气，恭敬不用从命。去吧，你放心，车马和行李我们会带回驻地的啊。去吧，走。明府请。请。明府请。同工请。同工不好意思，见过腾公。见过腾公。腾公好。请。腾公好。明府，这位就是我的夫人银莲。见过明府。请坐。无论是金戈铁马还是风月雅情，腾公都能信手拈来呀。谢过，谢过。坐。腾公之作果然不同凡响啊。
此番冠绝京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，恭贺呀！祝贺腾公了。听说看来今日夜宴除了庆贺宜春佳节，更是为了腾公失措在京城夺魁呀。瞒不过冥府啊，未曾携带礼物前来，真是抱歉。给腾公，给夫人道喜。冥府客气了。谢过冥府。冥府，快请坐。曹娘子来了，曹娘子来了，太请来了。曹娘子，真大呀！这位公子面善得很。冥府，这位便是蓬莱县首屈一指的歌妓曹安，其才情技艺之高妙，比之长安平康坊之名伶，也是不遑多让啊。曹娘子，这位便是蓬莱新任县令狄仁杰，狄冥府。明月方曹安，敬冥府一杯。冥府中途离席，不尽孝。腾公不在远宿，方才酒席上有人提到那四七平之事。家中小事，冥府无需介怀。腾公。
你吃了多少老酒啊？麻风病已经治愈。知道您在这儿，哦，这位姑娘，你要是喜欢，给您留着。走，慢着，既然认识我，我得留点东西给我呀。你不该说那两个字。东西都找齐了吗？找齐了，这一夜库房都搬空了，几十年的公文卷。行，忙完咱们赶紧休息吧。真就没有一件积案啊？哎呀，确实没有。王县长，哎，蓬莱县令空缺三月有余，全县百姓就无一人告状。回民府话，要说告状的也有。但都是些缺斤少两、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当日便解决了，没有纳入案卷。海燕和亲，好啊，龙叔，看来咱们真是来了一个好地方。后笛声放归，邀明松。尊客，现在尚未待客，请晚些再来。打听一下，是哪位娘子在唱滨州小调？是曹安娘子。怀英啊，你应该回屋歇息一会儿啊。那些贴出去的画像，有消息吗？死者的容颜
被麻风病毁了容，一时半会儿看不清楚。我看这个事儿啊，恐怕还得等些日子看看。从前父亲在京里的时候，跟一个曹姓官员有过来往吗？哎，我倒是想起来一个，18年前，因为铸造私币被抄了家的曹鹤仙。果然是他。曹鹤仙与家主素无往来啊。素无往来。其一是因为滨州小调，其二又是为了什么？你琢磨的恐怕不只是这个案子吧？你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件事情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。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第一把便烧成这样，我看呢，那第二把跟第三把，怕是烧不起来喽。只听说过画像击胸拿斧，没听说过画像认尸的，不是？可不是嘛！你说这画像画的。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烂成这样，还一脸麻子，这谁能认得出来啊？就是，这明经科的官啊，果然才疏学浅，这么混都能靠做明堂，我这圣贤书算是白读了。我来看看。哎，这谁啊？说不定我就能认。我看这画像上的人和你就十分相似。你看看，你这是，若不是看你一见女友，我定不饶你。哼！谢谢，谢谢。你，我跟你赌，一个时辰，半炷香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一直在啊。不对啊，我刚才没看见你啊。你认定了我在屋里，所以你一直往屋里看。人都是这样的。狄仁杰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我没偷看你。我什么时候说你偷看了？你刚才说那半炷香什么意思啊？半炷香后会下雨，你打赌一个时辰之后会下雨，我打赌半炷香。这你都能猜出来？怀英啊，你是不是又推演了？嗯，你怎么推演的？你告诉我呗。说了你又听不懂。那你推推我，你推推我。你一碗凉水就看到底了，你有什么可推的？狄仁杰，我跟你啊没话说。大恩不言谢，换上吧。我一个堂堂的县令，穿苍雪，不合适吧？你什么眼神啊？啊，你看看这底儿，白白的，这是新的。你知道吗？整个蓬莱县县令空缺3个月，却没有一桩积案。那怎么了？没有积案不是好事吗？对你来说是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就只能查新案子了。咱们有新案子了。你今日偷了别人的钱，这便是我要查的新案子。你要拿我？我现在可是官人啊。你不是官人，你只是个差人，你连差人都不是，你只是我的一名随户。我偷钱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啊？那犯人还在外面呢，那尸体还在那躺着呢，你不去拿犯人，你要拿我？半炷香，我若是赢了就法办了你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赢不了。哦，还有，
忘了告诉你，蓬莱街头那些刷白面的人，都是因为得过麻风病。这不是我丢的钱袋吗？便宜你小子！给他套上！穆师傅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就是个小偷！我劝你识相点啊，坏了我们霸总的规矩，霸总不会放过你的。霸总。啊，只要在蓬莱城，就得守他的规矩。我们霸总就是公道大王。公道大王？啊！来吧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要把我绑起来，带我去见你们霸宗吗？你去，给他绑上。我。快点儿，来吧，把我套上。啊，套上？去去去！啊啊！不偷鳏寡孤独。不欺老弱病残，这是规矩。记不住的，就给我滚出蓬莱城。是。拉下去，下一个。老大，来了。一个小姑娘家，何必大费周章？来吧。哎，好，哎，松开，松开。霸宗，不错。听说这儿都归你管，不错。那我倒是好奇了，你都管了，我家冥府管什么？你是官家的人，哼，不错。让他走。走，快点。什么意思啊？官家的人自有官家管，我不管，给我拉去。安生，别动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刚才听你的兄弟们说，要想在这蓬莱的街面上行走，都得按你的规矩来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狄仁杰狄冥府来了，从此以后蓬莱这上上下下归他管，你可以歇着。自古以来，官家是官家，江湖是江湖，江湖是江湖，可你别忘了，咱们头顶上还有王法。你手上的这江湖券，我得给我们狄冥府要回去。权力不是要回来，是挣回来的，给自己挣。那你说，怎么挣？一哈酒，对，下酒，下酒。可我如果没喝酒，找死了。没想到冥府刚刚上任，就得空来我明月峰前坐，曹安荣幸之至。
如果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。主事跟我说，正是娘子。岳芳科技慎重，他想必是搞错了。啊，不如我把腾空的新作唱于冥府听。那不必了。冥府不喜欢腾空的诗作。男情女爱之事，非我所喜。没想到冥府居然不解风月。腾空盛名之下，虽无子嗣，也无纳妾之意，对夫人银莲情深意重。他诗中所写所叹，也是与妻子白首相携的期盼，纵然是今上，也会为之动容，自以雅情二字。这些都不能让冥府感动。娘子消息通达，实不像一个偏居蓬莱的普通歌妓。冥府可知我籍贯何处？从前父亲在京里的时候，跟一个曹姓官员有过来往。18年前，因为铸造私币被抄了家的曹和仙。那荷包虽然旧了，却也绝非是寻常百姓可以得到之物。荷包边上的琉璃器也非凡物。冥府果然好茶，明察秋毫，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我料定冥府是滨州人。因为我想听滨州小调。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我曾去过滨州，对那里的风貌人情有所见闻。这琵琶原配的拨子坏了，弹不出曹操基因，就且唱一首《蓬莱幽语》吧。夫人说
郎君，我喝药吧。我说不喝还不喝？正面三刀，背面四刀，又是七刀，跟城外那个无名男士一样。短剑阁有人动过，我一直派人看管书房，你还不快进来？回冥府的话，回冥府，我一直在外守着，没人进来。屏风，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宫，相府青皮半亩通。癫狂梦醒汤，成功疯癫自何时而起？啊，禀的，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四扇屏风？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所以事发之后，家主便差我等把它搬到库房去了。屏风，不祥之物。正是这屏风邪祟招厉鬼附身，才害家主杀死夫人的呀。
明府请看。杨柳吐蕊，春日景色。书生伏案小睡，一女子入梦，青山绿野。这画的是书生夏日赴考，然后是深秋时节，书生考取功名，披红归乡，恰与梦中女子相逢。这最后一幅应该是冬日七画。哎，为什么变成了杀妻血图啊？从前真不是这样的，本应是佳偶相拥的图画，可不知因何缘故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是自何时而起？五日之前。凶器有被移动过的痕迹，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有人进入过凶案现场，行凶后翻墙逃逸，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